幼儿园啊。哑巴，幼儿园。这个水在这个位置还不错，我可以先感染一下，直接再喝水。有人？好，追得很快，我们继续追好了。没跳下来，没吐到他。我觉得啊，刚刚应该是他翻版的动画把我的红舌头盖住了，运气很好这样。来一台，差不多差不多。那边修开的，有 ，OK， 我连续喝了两个红水 ，OK 吧？嘿嘿，想不到吧？这个是什么 build 哦？对，解释一下好了。这个 build 啊，就是 DBD 传说中最烂的四刀技能，基本上没有杀手可以驾驭啊。对啊，这四刀每个杀手带啊都差不多烂啊。传说中最烂的四刀技能，没几个杀手带得了啊。黑哈吗？我刚刚没吐到他。没事没事，刚刚居然没有吐到他，我不知道是他教黑哈。不然就是烂炮兵又烂炮兵的这样。哎、欸，啊、怎么刚好来救？这样显得我很像索斯哎、欸。哦，他时间还在哦，时间好强哦，一直在哎、欸。OK， 时间好强哦。别恋恩。他应该想要在下底下那块板，然后去给他下。反正如果他们在修开，就可以直接放倒他。我的红色应该快来了。Here.
哇塞，他的 data 100分，教的这么好，真是超过100分欸。哇，好猛，好狠哦，好狠哦。主播，你右边的技能发动了，虽然不知道有什么用，主播也不知道有什么用，主播甚至不知道带来这次刀有什么用，你们这样想就好了。那里全部都封起来啦，只是，哦，解开了，真是没用的哈。OK， 找去逛。我去看一下楼下这一台，虽然我刚吐过了，可是感觉应该是结束了，他们在修了。有有有，在修的声音。可以去救人了，那我们就这边顺便喝个红水回房，然后楼下那一台就随缘，看他要不要等，他可以选择直接感染，那也可以选择等，看他敢不敢。抓去挂，打头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没有哎、欸，太棒了，OK， 那我再喝一口红水，去楼下那台取一下。都是这一台，感觉这一台应该快修开了。就问这次招能不能帮到我啦，啊。救人了，回房吧。好，修开，很棒。抓起挂。OK， 这一台了，有点紧张。去这附近好了，他应该在喝水。抓一挂。OK OK， 三杀了，三杀了，剩一只真的不知道在哪里，他一直在默默偷修。来啦，就问地道之神一句话，我带来这四招废物，你有没有脸开我脸上？赏不赏个脸？就问一句啦。哎、欸，也可以，也可以，这也可以，这也可以。这个也可以，这也可以啊。看来地道之神不赏脸，但是杰克赏脸。游戏结束。OK OK OK。哎、欸，没有钩子，没有钩子，没有钩子，怎么办？好，这里有，这里有。
啊，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无情杀手 ，VTuber 再见。我觉得他们前期出的有点太急躁了，那前期来救人的地方有点太急，这样。来，给你，请你看个电视好了。请你看个电视啊。这个人也想看电视是不是？你也想看电视是不是？好，一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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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。哪家的电视这么好看啊？大家抢着看呢、欸，什么综艺大集合、哦？一起看，一起看。哎、欸，下面一位。